呢间就系我间实验室啦。麻省理工机械工程博士，哇，你好犀利啊！咦？啊？哦，出面啲机械马都系你整出嚟噶？梗系啦，只只都系我嘅精心杰作嚟噶，状态好 fit， 比真正嘅马跑得更加快噶。正所谓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喺佛岛呢个咁人迹罕至嘅地方，竟然有一个同我咁醒嘅天才发明家喺度。仲是靓女添噃！今次我班马仔做到自动世运会大会指定的比赛马匹，真系好荣幸啊！吓，乜我哋要骑机械马咩？个比赛点玩噶？欢迎大家参加自动世运会马术大赛，玩法好简单。运动员要骑上大会准备的机械马仔，路程会分为三个段落，每一段都有不同的机关，跨越沿途所有的障碍。边个最快到达终点的一队就算赢的了。Jidou 好似唔好识骑马喎，今次我哋赢紧啊！虽然系咁，但系我哋都唔可以轻敌噶。Boss， 我唔系好识骑马噶，咁点算啊？哼，你估佢哋又好识咩？他们就快追到我们了，嘻嘻，还不让我追到你们。哇喂哇嘿哇嘿，这石像一排排的挺型的。咦，好像还会动的。哇